你看咱这扛着读这么长时间，你就说车上只有一个人啊，你说你就一个人，你没有队友，哎，怎么还在往前开了？这车能滑这么远吗？我印象中滑不了那么远呢。哎，没人吧，没人，我捡了，我终于有倍镜了。这小子肯定富的一批，富的一猫一猫的。我不要什么八倍，你弄个四倍我都满足了，兄弟，我至少带了一身好东西。我给你，我，喂，这对没倍镜，我身上还有一个八倍，我这没有狙他，这小子也没狙。在我拿二倍镜，我给他耗个毛嘞，这不中，这还得等，再等。我不信没有人过啊，就这过一个，这是打野的，这小子肯定是打野嘞，要不会这么穷，你说是不是？倍镜都没有。哎，来啦，真的还有人没有掰到这把，傅老师要什么有什么，一车人，你说他得多嗨，看见都是盒子下来。哇操，这车技行，老哥把队友全坑死在桥上，你真的是有两下子 还不下车，你看这等我。怪，还有一个人活着的啊，不着急，扔雷，哎我，哎呀，这别炸车，我还等车走了呀，别炸车，哎呀，这弹一边，哎完了，这个车肯定炸废了，没有爆下差不多都冒火星子。这家有装备了，不是，这老哥的车技确实是能坑死多少人，你说真的是没了，来捡，这时候别来人啊，你看我就说这个扔雷扔的过头了，等一下一会儿我找你们呀，这我还是不放心呢，我还打了吧，我还想开这个冒烟车走嘞，我这脑子这一块好像是有点冒险主义，哎呀，死都不知道咋死嘞。来了，这兄弟坚持住，完了四号也躺了，完了，来晚了兄弟呀，我不是我来晚的，稳住，等我，不能开车啊，开的动静太大了，看到了，你还瞄。我操！怎么没有还击？还有人吗，兄弟？二号，你说一下人在哪里？老哥，你吱个声儿。看到了。哎，你这个点标的不错啊！哎呀，对到那我差点没看到。灭队，这应该是彻底没了，是不是？没了，进圈。哎，我操！不，老哥，你说一声行不行？你开个麦，我天，怎么还有人呢？到底几队人？兄台，哪打嘞？你能说一声不？老兄，我这想给你报仇啊！我往上来一点。哎，你终于说话了！你终于说话了，兄弟。好，看到车，就看见没有？前面，看到了。前面那个车有一个车那里，看到了，趴着的。死吧！我操，又出山！完了，那肯定是个掩体。喂，这我也不敢冲啊，时间不够，这跑下去连一体没有的，都死了个蛋呢。这，我得压住他，他肯定要出来开车，开车肯定要先封个烟，对不对？我猜不错吧？先封个烟，然后上车。但他没有说，哎，是漏了不是啊？老哥，快封烟，趁你封烟往下跑一瞬间，你打死。哎，中枪，好的，他肯定要消搞一下封个烟。好，他要封烟了。哎，我操，老哥，你不按套路来。我是算计了，我以为他要封烟，我操，给你补了，没想到这样开车就走。哎呀，你说你早说一声，我就知道人在哪儿了。哎呀，这圈进的好难受啊！你看这圈给的，前面大仓有人啊，枪声刚才非常响，然后哎，这房子没人吗？这俩房子应该是有人吧？他。哎，我操！这正好那个车挡到了，你说漏，差那么一丢丢。我还有人这边，这应该是一队的，这几个人。
哎呀，我以为这房子有人，我不敢去站，没想到没有人哟，赶快啊，趁这个机会，哎，我够硬，我够浪，我你打我，我就朝里一趴，你啥都看不到，还有树，对不对？我操，前面大仓也有人啊，那大仓出来那个人又进去了。喂，他们好像全去占那个房子了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房子好像没人占，但是我不能确定，我过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翻到这个房子里面，因为这边有枪声，我估计这个房子也有人，这家伙过去容易死。哎，冒还是很保险一点，现在要在圈，哎，我们赌这个圈怎么给的啊？我们也不需要进去。如果说下个圈给在这两个房子这边，我们不在圈的话，我们就等，因为右边大仓肯定是不会啊，那个圈肯定不会输在右边大仓的啊，那个人肯定要开车过来。他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了啊，趁他们乱的时候我们摸上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还有车这边，完了，这个房子也被占了，我操，我这不着急，我们赌这个圈不在这个房子，赌到我这边。哎呀，就这么近，我这个枪心瞄准心我还瞄不住，你说我得丢到啥脸。乔布森，哎呀，这个车好像下来两个人，是不是啊？应该上去一个啊。嘿嘿嘿，耐心等，看这个圈。哎，我操，这圈给到他婆子家了，这不是这个游戏能不能照顾一下弱者啊？你压的一个给圈，永远就往那个房子里面给，你给到野区，你说，对不对？咱不是占大优势，这个小。哎呀，不中，我不能漏啊！左边的房子炸我嘞！哎呀，我想退游戏，不想玩了。这你要这打到这儿，你要退的话又可惜，是不是？那又想打下去，你说这好，再烧他。二楼有火，让他们打，不着急，我还有一个机会啊！刚才没利用好这个机会，没冲。我们等右边那个大仓人开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再冲。他们打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机会冲过去啊！哎，慢慢的消磨他们的头盔，消磨他们的装备，等到一会儿来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。跑出来了，不行，这开草看不见。哎呀，站起来就风险老大啊，太大了。他那个距离应该能出草。咱这个就属于正常的玩家的操作呀，对不对？那个什么大主播他们那种打法咱玩不了啊，咱没有科技。哎，这车哎打到人了，你说？好，他们要开了，我机会来了啊！别着急，等他往这边一开一冲，一进房子我这边直接就冲。稳住啊，机会只有一次。快点快点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冲冲冲冲冲，对对对，二楼有人啊，别着急冲。哎，二楼不打我吗？兄弟，老哥你确定了吗？哎，楼里没声音了，来一比一，老哥这把要吃鸡了。我跟你说，忍到最后确实是没有白忍过，一场场会有失，只挂云帆济沧海，这俩两处事好像不配套啊，不着急。哎，这哎我操，不慌，不着急，看细节，听脚步声，他在二楼来打药准备进去，这时候他肯定不会下来，他稍微在